今天呢，给大家测评国产网红品牌莱蜜的这一个新款系列的丝袜。我们看一下这款丝袜叫什么呢？叫重情系列。那现在呢，婷婷先给大家拆开来看一看。婷婷拆的这一款呢，是一个黑色的，比较常规的颜色哦。现在婷婷拆的这一款呢，是一个美白肤色。对，这一款呢也是平常比较常见的常规的颜色。那这一款是蜜色。蜜色的话，它可能是就比较偏黄一些皮肤的小姐妹穿。然后呢，这两款颜色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。那婷婷现在猜的这一款呢是天蓝色，一起打开看看。和其他颜色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哇塞，这一款真的非常像天空的颜色。是非常的貌美哦。那婷婷呢，今天就给大家上身试穿一下这两款比较不太常规的颜色，但是又非常貌美的颜色。那婷婷现在上脚的是这个天蓝色的。那他们这个重情系列呢，它的一个特点呢是非常的易撕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开裆款的。对了，那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试一下这个熏紫色。那穿上这个熏紫色之后呢，那婷婷感觉它是非常非常的丝滑，以及呢非常的容易撕破哦。那非常推荐姐妹们购买哦。好啦，那这一期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咯。